林子翠这个人，其实就是空有一身漂亮的皮囊，没有什么内涵。我带她看有品味高级一些的歌剧或者舞剧，她就只会睡觉。但是那天我发现，我带她去小白鹿看演出的时候，她倒看得还挺有劲的。 今晚的演出，你觉得谁跳得好呀？女主角，我觉得她跳得最好。同感。我好像认识她。谁呀？崔善。啊，就是那个女主角。你是怎么认识她的？ 我们以前做模特的时候合作过。哦，原来是你们模特圈的啊。是啊，我都不知道她居然还会跳舞，现在都转行当舞蹈演员了。你们熟吗？啊，不熟，就是那种见了面会打个招呼，但是记不起来对方名字那种。那你是怎么记得她的名字的呀？哦，节目单上不是写了她的名字吗？